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Killing spree. Double kill. Unstoppable. Holy shit. Rampage. Unstoppable. Monster kill.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播双恩。今天我们带来是本号星耀排位赛的尝试，而我们这次玩的是银咒。银咒影片呢，之前可能看过很多，这个呢可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次呢，经过魔纹系统的强化，从刚刚的片头影片呢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个钩子一个人头。而这一次的魔纹系统呢，我们的思路很简单，全部都带增加攻击力的魔纹。由于我们的装备呢就已经有全能武器还有狂暴之手，我们的续战力呢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因此呢我们只需要全攻击，持续不断的触发我们的被动，最高的攻击力呢才能够持续的维持我们疯狂暴走状态。这边一开始注意到呢，我们的金刚小朋友从一等就没吃过来了，就在家里这里有小小头痛，但我们还是不要被他影响哦，不要被任何人影响，稳定上四等为主。中路兵先不管他了，哎，我的天！请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的蓝去哪里了？这边上路敌方有两只挺残血的，可能是我们的开口的机会。敌方屠人也在，莫拉也在，他们四个人在上，我们少一个人哦。但这边没关系。我们就是要找破口哦，目前我们的状态挺好的，敌方血量不太够。这边敌方后面的射手呢，其实血量也不好，他们全员剩半血。OK， 全员残血，追上去先收魔恩。那我有点可惜呢，我们的钩子好就警报我们收掉了蓝，这波一换二还可以。那由于没蓝的关系呢，我们先回家补个状态再出来。本来我们还有点期待这个金刚会不会回来，但已经过了蛮久了，要重连都应该已经重连上来，又可能是触发了 bug。 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一经常手断线然后就连不回来，那也没办法的事情。上路敌方莫拉竟然还在，这波抓到莫拉先把他直接秒了，他们挂一个人，那我们目前是平局，赶紧吃个龙。这里我们三打二，屠龙那的话三打三，我身上还有制裁。OK， 这个龙稳了。现在去拿个蓝，魔力有点不够哦。我们的金呢还在冥想中，帮忙补个冥线，把红蓝重要的先拿掉哦。待会顺便吃个飞龙。那这一波呢，我们有点像在跟时间赛跑。由于我们少一个人的关系呢，如果到了后期敌方装备都起来，我们少一个人很大的劣势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一场游戏。前期呢不再稳定发育稳龙，找机会能抓人就抓人。上路这一波敌方一个月塔强杀，有收到我们的警，可是他们双人残血，蓝在这，两个普攻把他带走，触发我们的狂暴状态，一并带走屠人。莫拉也在，我们已经找到莫拉的影子了，轻松勾到，摔过来一个大招，成功带走。别忘记了，我们二三技能也是有物理伤害的，而且呢，他们物理加成很高，加上我们前面呢会先买兽魂剑跟 poison。关于银咒呢，该像我们这样买还是买皇宫？其实呢，真的是看你喜好哦。我觉得呢，我们目前这一套会更加稳定一点，爆发输出比较稳定。那这边中路敌方有两个人，飞雷跟屠人，抓到屠人勾回来，屠人用了灵霜保住没关系，普攻把他带走，顺便消耗一下敌方的蓝，触发了蓝的全新魔纹哦，森林守护。就看看魔恩想干嘛。
OK， 魔人在那。他撤退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转为赤龙，蓝 buff 先不吃。莫拉再从中路赶来中，这个钩子，哎，这是一个下马威尔下下对面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刚好可以回家吃蓝。哎，这个蓝真的被我们耽误了有点久啊，我们的塔又要爆炸了，谁来收一收？可是我们注意到呢，图伦就莫拉在往上移动，赶紧从后面爆抄，抓到蓝，二技能直接把他收了，然后是摩恩。最后图伦再一波三连杀，游戏时间五分钟，我们已经有八个人头，两个助攻，抓到莫拉一并带走。普攻三，他有点滑溜啊。OK， 最后由我们紧拿下。中路兵线推一推，反敌方也怪，他们肥雷过来了。小兵进塔呢，能点塔就迅速点掉，再来修一个必杀连击，先选二技能勾中一二，直接一二呢，连敌方位移也可以中断了，把图伦拉回来。一二技能呢，连招要快，如果慢一点的话呢，就没办法拉回来了。这波抓到摩恩，同样连招，再把摩恩带出来。敌方呢这边其实没有下水饺，只是我们强迫把他们下水饺，一个一个拉出来杀。这波抓到这个蓝。可是蓝有大招关系的可以躲掉哦。OK， 打出第一个破口，成功推到敌方上路高地，这边有手感发烫哦，直接勾中敌方莫拉。注意呢，我们勾子下来，他已经三分之一血蒸发掉，二三他就直接死了，根本就不需要像那个以前的皇宫流，皇宫流呢至少普攻两三次。当然呢，皇宫流的爽快感是无法比拟的，一直疯狂的普攻普攻普攻。成功买出全能武器，全能武器身上还有加速效果，趁肥烈没有被动的时候呢，赶紧把他拉过来，不然他有转圈圈就拉不动了。抓到蓝一三，直接秒杀。有时候呢，如果血量不高的话，一三直接秒就够了，不用拉出来。被莫拉二技能破防破到，有点痛。把这野怪清掉，别让他继续刷了。那自己莫拉暴露出他的影子，成功带走。在我们面前不露影子呢，就要交出人头啊！尤其是我们手那么长，抓到摩恩再来一波，然后注意匪类不要被他吸血，蓝也在最后。那我这边蓝开个大招，蓝残血，这边我们一技能不小心穿了墙送了上去哦，我的天！那没关系，目前我们还是稳住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还是跟时间赛跑哦，金娜依然没有回来。抓掉图伦，那这波他瞬移速度快一点，就勾不回来。下路敌方有点深，这边我们至少能够抓到一个。摩恩，先秒他，追上肥类，肥类的弹度有点高啊。那这边他们很多晕眩哦，蓝跟肥类。我们需要回一点血，这边还有一波小兵哦，敌方倒了三人，我们是四打三，应该是可以推这个高地的，直接秒了敌方图伦高地塔，成功点掉高地塔，自己差不多我们该回家了，那看着没机会。刚刚是想看呢，敌方有没有人走位太激进哦，抓出来就可以带走，自己差一点哦，差点翻到反刃摩恩才对。哦，这边赶紧拉开，队友挂了两人，利用野怪逃命。而这边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艾里状态还不错，我看艾里状态不错呢，想要跟艾里一起搭配杀个人，抓到图伦。哦，好可惜，这个伤害有点低啊。那这边被敌方匪类控到呢，缓速晕眩应该跑不掉了。之后呢，我们有看了看艾里的装备，怎么秒不了人？原来他有出炎魔战甲。没关系，这边重整一下。这边呢也不用急，虽然时间跟我们赛跑中，
但我觉得呢，我们还是来得及先吃个凯撒的。而这波呢，景确实玩得不错，很多时候呢都跟在我们附近帮忙输出，让我们更好触发我们的被动，准备推最后一座中塔。上路注意到敌方的摩恩摩拉有点深，我们直接爆超呢就可以把他们两个杀了。OK， 那就算了，等中路兵线进去，抓到匪类，先埋一个秒了。使用大招的时候呢，还能够免疫伤害，买出狂暴之手，先抓掉后面的输出图伦跟凡恩摩恩，一并带走。敌方倒了四人，最后是他们的莫拉。莫拉二技能全部到人呢是没有压力的。最后终于完成一个队友挂机也能够摧毁敌方主堡的壮举啊！如果真的有队友挂机呢，要反败为胜的胜率真的比较低了点。毕竟呢，游戏很容易拖到后期，只要到了后期呢，胜率非常渺茫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如果没订阅的话呢，记得订阅打开铃铛，这样不会错过最新影片通知。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